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46首。此方正教在炉中，但尽经行后是空，仁义功行虽切实，死生才华却朦胧，好寻归路思安阳，莫任游亭捉故宫，净度原从忠孝德，金台上品奏元功。这一首安立的名字叫炉中忠孝归净土，这是劝勉儒士啊，儒家行人念佛求生净土的一首诗啊。此方就是指我们正党国，正教就是国家所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在炉中。醒安大师对炉中这个字眼的表达，说明国家的祖师对儒家是非常尊重的，他没有叫儒学，没有叫儒家，没有叫儒教，叫儒宗。宗就包含着忠养的意思，值得尊重，也包含着一切邪正是非可以用儒家的教育来折中，作为准绳啊。中还有心法的意思，表明儒学里面它有心性之学，具有真理的内涵啊。那有这些要素故，就成为儒宗。就好像我们佛教啊，一个重要的宗派天台宗、禅宗、莲宗一样，儒家在西汉年间，在汉武帝的时候，遵循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宗儒术以来，就作为国家的政教了。那这种地位，直到清朝都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政教。一谈起儒宗，就会想起孔子了啊。孔子一生啊，为了恢复周礼呀，周游列国，晚年自魏国返回鲁国，开始对我国的传统的典籍进行整理，所谓的三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易道啊，以六经作为教法，那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系。这个功德之大，难以用语言表述。这前清的康熙皇帝，在一篇《至圣先师孔子赞》里面，对这个整理古籍的功德是这么表述的：说行道者，训也秉于一朝，就行道的有实际行为功绩的，只是在一个朝代他能够赫赫啊挥标炳，
但是明道者，对这个道明了的人，他的教法要周于百世，传到百世去。啊，这个尧舜文武之后，就唐尧虞舜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人之后，如果没有孔子来整理这些传统的典籍，那学术上就会混淆，仁义之道就会堵塞。那这个儒家的道统啊，失传已经很久了。那以后的人想要探讨二帝三王之心法，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准绳，那就没有取伐的地方了。那孔子就是主述尧性，显彰文武，这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这个完成了这个文化的整理工作。所以孔子为万古一人，神医赞叹孔子就是万古之一人呢，那是真确的，啊，真实不虚的。所以历来的帝王都是尊孔的。儒家学说是奠定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我们的儒家学说被边缘化了。从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到七十年代的批人批孔，我们自己中国人对孔子不尊重了，没有敬畏感了。儒家作为一个宗派，也没有传道的社会阶层了，啊，那这一二十年来，民间呢掀起了国学热，也是近百年来我们遗失了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的一种反思啊。啊，所以回归到我们的国学，我们本土文化，现在讲的文化自信，这是一个文化的觉醒，是一件好事。我们要自觉地来学习传承落实儒中的价值体系，它里面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孔子就是圣人，啊，孟子赞叹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甚于孔子者。唐代的杜甫有句话也很感人的，天不生仲尼啊，万古奴长夜啊。在中国文化是儒道是三家鼎立的文化，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圣人以神道设教啊，神不可思议，不可思维的意思。周安世居士在文昌帝君雍志文谈到他读同人府志的一个感慨，贵州有一个同人府，现在可能叫同人县了，他有个府志，上面记载一件什么事呢？同人府就是有一座山叫同人山，原来那个人是一撇一捺的人了，人类的人，以后改为仁义道德的人，实际上早先就是同人。为什么叫同人呢？说这座山，山下都是水，大水。忽然有一次
有一年天干旱，山脊下就露出来了，露出来发现有三尊巨大的铜人，铜铸的人像，那个铜人的服饰样子就是卢道十三家的服饰样子。那你说这座山就是很高，下面都是铜人顶着这个山，这不是人力所能为的，那可能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三个铜人。于是这个卢道十三家可不是天造地设的吗？这里有点神道社教的味道，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思维的，可能在这个世间上教化众生，卢道十三家要并举的。这个卢道十三家圣人教化我们这些众生，还不仅是这个冰河奇文化，可能无数个冰河奇文化，无数劫数都是他们在这里以三种形态来教化我们的。哎，一看这个铜人府志这么一个记载，马上这种敬畏感油然而生。所以我们对卢宗要有高度的敬畏感、尊重心啊。但儒家他只关注现世，所谓实践理性精神啊，但在这一世当中去践行仁义礼智信，修心养性，治国平天下，所以它是入世的学术啊。那对于死后的情况怎么样，这就是像张子所说的六合之外圣人沉而不论，不讨论死后的情况。死后的问题就让道家尤其是佛家来做这个事情。佛教正好是出世间法，他为什么卢佛非要互补啊，相辅相成呢？世间的善法就让儒家去做，处世间的善法啊，就佛家来填补。所以儒家但尽精行后世空，这是他的特点啊。仁义功行虽切实，仁义代表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常，就是超越时空的真理。助人一定要奉行五常。那在《论语》当中讨论仁这个概念，那是很多啊。有时从人的体性谈，有的是从人的相状谈，有的是从人的作用去谈。颜回对人的境界体悟最深，孔子赞叹他三月不为人，能够住到三个月跟人的境界相吻合。这个人字左边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人，右边两横，这两横代表什么啊？两横一个代表天，一个代表地。人是顶天立地的，天地人三才，你能在天把天地人三才的高度的和谐性同体感证到了，你就是人的境界，就是仁者啊。好，由这个仁显发的作用就是义、施仪、正义、公正、讲义气啊，这些都是从植根于人心里面显发出来的行为啊。那儒家是要去实践的，知行合一的，你亲自要去实践这个五常，那是真实的功夫的。那这个颜回有事问何为人，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啊。你克己，
克服自己的一些不符合天理的那个人欲、物欲，这是为己之学了。啊，恢复到他那个本有的离体，这就是人。那一日如果有朝一日，啊，人人都能啊克己复礼，那天下就归到了人的境界。那颜回就觉得这个境界很高啊，那从哪里下手的？啊，敢问其目。那孔子提出是物，非礼夫事，非礼夫言，非礼夫动，啊，非礼夫行。这就是儒家的戒律。这些话都有点跟大涅槃经的意思相近。大涅槃经伏立弹床，扶住这个戒律，弹那个涅槃的常住。那涅槃境界很高，你从哪下手？从持戒下手。人的境界很高，从哪下手？从事物下手。这叫下学而上达。哎，圣人的教化有时候它有共同点的。仁义五常虽能切实的去做，但是谈到死生这个话题的时候却是朦胧的。这里就提出儒家对生死的态度啊，他是不关心，他注重现世的生活，对死后的生活他是沉而不论的。有一次子路就请问孔子，他常常看到一些送葬的人嘛，送葬的队伍，就这就涉及到死亡问题以及鬼神的问题。那子路就请问人应该怎样侍奉鬼神。那孔子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你这个人你都没有侍奉好，怎么能谈侍奉鬼的问题呢？那子路还要进一步来向老师来探讨死亡问题，敢问死啊，哎呀，我很想了解一下死亡，死了到底怎么样。那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当下的生命，这一次生命你都不了解，怎么能了解死呢？啊，所以孔子对这些死后的情况他不讨论。但是不讨论并不意味着否定啊。比如说一个为政的人，你关注的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对鬼神问题敬鬼神而远之啊。对鬼神的问题你恭敬他，但你要远之啊。于是正因为这样呢，谈到轮回问题，死后到哪去的问题，怎么把生命的终极的东西给它安顿好的问题，儒家是隐而不发的，略微讨论，但是没有展开。所以这叫死生才化却朦胧，在儒家学说当中还是很难找到你死了以后到哪生的问题。但是儒家不否定有死后的世界，有死后的轮回，就像《易经》讲的啊，这个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那游魂变它是怎么变的？但是它承认有个游魂呢啊。所以我们对一个生命的啊多层面关注的，尤其终极生命关怀的，你就了解有死后的世界，有轮回，
那轮回我到哪去找条什么好的归路啊？这里会提出各种方案，各种宗教也会提出各种的出路，但是最好的出路要思维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的极乐世界，这是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如果你这个问题不把它解决好，就容易任游艇捉故宫，这里用了一个否定，莫任游艇捉故宫。游艇就是古代的驿馆，原来这个从朝廷，比如这个北京朝廷要发很多书信去，原来没有手机呀，没有电讯呐，没有电话呀，都是要靠马来传的。那马传的很多，那中间要休息吧，又叫驿站，又叫游艇，这是官方所设立的旅馆，让这些这个送文书的人中途休息的地方。好，那游艇既然是官方设立的，那也是建得不错哟。但是它只是一个客栈呢。如果你只关心现世的事情，不关心你的终极的死后的事情，这就类似于你任这个游驿站做故宫，故宫就是皇帝待的地方，终极的目标。所以要劝一切儒家之士，你不要把这现世的价值作为终极的东西你有入世的事业，还得要有出世的精神中间的驿站不是故宫劝这些儒士要关注他死后到哪去的问题。那这样就自然会提出西方净土这个概念。那西方净土跟儒家所讲的道德规范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净土原从忠孝德，这个忠孝就代表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儒家在助人的学问当中强调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德温良恭俭让敬业三福，这是十方诸佛敬业正因的第一福，就是谈忠孝问题，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属于人天称的范围。儒宗可以把它视为五乘佛法当中的人天乘，所以它是可以跟大乘的净土法门对接的。你能够把忠孝做得好，把这个你的五常八德的世间的善法一回向，就会成为往生净土的资粮。那能够把这个助人助得很纯粹比如他的孝纯孝，忠于朝廷，忠于职守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能够都把这些助好，那他就有浩然正气如果再接受这个净土的这种圆顿的出世间法，马上这些忠孝的善法就会变成净土的质量，这个结果那就真大便宜了，就取得了最大的功勋了于是这个儒家跟佛教是协同的非常好的。在佛教当中，很多的高僧大德祖师都是有儒学的基础的，传统社会读书人
对儒家文化滚瓜烂熟的，他们小时候就要背四书五经的啊，所以有真儒有大儒才会有高僧啊，山中有高僧，朝廷也就有啊这个大臣，哎，这些文化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啊。那你这个真儒高僧最后再跟净土法门对接一下，你啊一经回向，这些儒家的实践的功德都可以啊接通阿弥陀佛的愿力，得金台上品往生的功德。好，南无阿弥陀佛。